这个虾线好哦，这个虾线是那个什么，不是黑色，是黑色。对了，啊，虾粉，虾粉。草原人对于这个东西来说吧，就是像，南方人对于我们牛羊肉，草原上的牛羊肉本身就是一种，就是因为没有吃过嘛，加上也不常接触，所以有一种从心底的一种抵触，所以我们不常吃，自己更是没有做过。我只是在饭店里面吃过小河虾，螃蟹也是吃过，但是我爸妈都不吃。这是深圳寄过来的，那深圳可远了。你慢一点，你不要快。哦，它这个虾线跟那个自己的肉的颜色一样。我们吃虾是头去掉，然后尾巴那块一拽，它就壳全掉了，这怎么不掉呢？读音和写法都一样，语气不一样，就是你要说我的手，你就不能说嘎的，你就要说嘎的，嘎的，你说嘎的就是出去了。这不能吹着皱儿，这不跟耍的差不多。哈哈，那怕啥？啥？干活的人歪了，你看这个断过。哦，我的也歪，这个断过。这个断过又长好了。哦，这是非典的年号。这每个人手上都有印儿吧？哎，这是就说这块有印。传说中刀，这是传说中那块刀嘎的嘎到那个什么了，都能看见骨头了。这个挺深。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疤痕。这是上辈子说是情人给咬的。就说这辈子为了就是找到你。上辈子情人咬咬还。好辛苦的。哎呀，对呀，明天呢我们有大厨，我们就解放双手了。这个草原上的女士们就是啊，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还得接着九幺零。差一点，火候的差点。哦，在炸的时候可以放那个什么辣酱什么的，是吧？根据个人的口味。哎呦呵。知道我了，新鲜的就直接一煮就可以了。蒜香小龙虾，对，说点蒜香啊，小虾米。这个虾都是从大老远的，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来的。大老远的深圳，这姐姐是带过来的时候它是冻的，这是鲜的，怎么运的呀？怎么寄的呀？他是回来九州时候带过来的，自己开车。哦，那快递两三天不行吧？哦，走一路走到哪块，然后喝冰箱喝的。太不容易了，然后大娘没有自己吃，把这个好东西拿过来跟我们分享。这个锅应该用木铲子吧？不是铁锅，太响了，太响了。鸡肉呢？这个豆角还挺香的。哎呦呵呵，哎呀，我有点多了。我爸说又生病了吧？生病了，行。
行。我吃到了一个糊了的淀粉。美女，反正还是挺小的，是吗？小的。大的吃，你们吃，你俩吃。下次咱们多买几个，给这个快运空运过来给。还是哪个地方跟我们这饮食习惯不一样？他吃什么？我们北方人跟那个不一样，是鸡肉，人都是那种以煮蒸煮。一煮的比较好，吃蛋黄上火，上火。就北宰，别切鸡是吧？北宰鸡。那牛羊肉更没有呗？什么？牛羊肉也有。然后我就买了一块那个里脊的，都多了。那个牛肉、牛羊肉也都多了。里脊那个肉嘛，完了，然后我就切薄片儿，搁啥都腌好了，炖，我就搁锅里给它一炒，然后她那婆婆一口。他说上火啊，那上火啊，他可不管呢，他可吃呢。我姐。嗯。你不吃我吃呗。哦，他可能习惯了。嗯。那这不是那个弄疫情的时候，他在家了，还蒸包子，蒸了好一锅，那小羊锅的蒸了好一锅。那两个大姑姐都在家了嘛，都姐在家了嘛，这个她公公婆婆他们一家的，吃了几个？吃了几十个？七十来个。蒸一锅就一锅，蒸一锅吃完，蒸一锅吃完。不大，七十来个。哎呀，你真正的。现在多少钱了？二十多块钱吧，不是吧？二十多钱。28嘛，不是？太贵了。猪肉买不起，我有一次买的就这么点吧，到这儿到我这儿，猪手，59，然后我吃几口我就腻了，呵呵，特想吃，买了59啊。